这身体还真是不争气。算了，以后就看小丑八怪的了。 行事招摇不重要，海购免税最重要。比免税店还划算的网易考拉，邀您共享招摇。林姑娘，这万路门的地图什么时候才能给我？都在我脑子里，迟迟是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拿到。是司马荣的人。 这万路门四大山主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尤其以司马荣最难对付。司马荣是厉晨岚的眼睛，我们先把他弄瞎。 锦绣，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？池天明与熊天已经答应，令弟子前往千尘阁，共伐秦千贤。很好，你想要的已经得到了，把唐韵放了吧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痴情人啊！去接他吧，跟我来吧。 虚情假意，我把你当知己，你却毫无奇迹，与江武为伍，算我看走了眼。出去后，你就回青银阁，不要再理会江湖之事。之后的事情，可能会让你对我恨之入骨。 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这药丸涉及术法之处，始终难以攻破。秦千贤术法天下第一。 兴许他能有法子解决。月珠，月珠，你怎么了？ 为什么你把我画错了？我的耳朵明明不长这样。你从哪儿找到的？书房。放回去吧。不行，你画错了，得改。不改，放回去。 今日我得去趟万路门，你自己在家小心。不小心。
好了，多谢南山主。不用客气，万路门也难得有像秦阁主这么听话的病人。进来。南山主，我听说我大伯父的病好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们叔治疗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人家叔治两条事情。我来看看大美人啊。大伯父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之后便会回千城阁，但是会等陆昭瑶没事之后。大伯父，你不会真的对女魔头有？绝对无关风月。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喜欢门主还是不喜欢？啊，可是只有我能喜欢门主，那个小丑八怪，门主喜欢他也就罢了，可是门主不喜欢你，所以你就不能喜欢门主，知道了吗？秦阁主，芷燕姑娘，西山门主请秦阁主一叙。找我？秦千贤真的有办法吗？秦阁主的术法已达宗师之境，可连他都没有办法的话，那可真就是束手无策了。陈兰，如果回来的招摇是假的，你可还会爱他？我只爱一个陆招摇，一个。是啊，本来就只有一个。厉门主也在。千尘阁一别，许久不见秦阁主。不曾想过再与西山主相见，竟是我来了万路门。不知西山主找我何事？这是让招摇炸掉的药丸，鄙人还有些不解之处，想向秦阁主讨教。此药丸出自七指地，上面附有强大的术法，不知秦阁主可曾见过？七指地的东西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陆昭瑶所经历之事，虽然闻所未闻，但我在藏书阁的古籍中，看到过一个阵法，有重塑血肉之效，也许能解燃眉之急。愿闻其详。这个阵叫六道金刚阵，此阵需要一道法器为引，以上古仙师之力，引上古神器的力量开启阵法，方能重塑血肉。我想若血肉重塑，陆昭瑶身体因药丸而出现的问题定会消失。不过此阵在江湖中消失已久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或可一试。上古神器有六合天一剑，至于法器和上古仙师，既然厉门主想要一试，那我今日启程回千城阁取法器。多谢。还有此阵尤为凶险，届时还需厉门主配合压阵。自然自然。还有一事，须得秦阁主解惑。请说。听闻江武是秦阁主的心魔。这是我一生的过失。敢问秦阁主当日是如何拔出心魔的？
虚宗门前门主曾赠我一味药材，助我拔出了心魔。见过你，你是万路门的人。司马荣在哪儿？不在。不用看了，画里的人不是你，你就是块木头。烧了。是月珠，不是木头小猪。我的画，我的书。待得秦千贤回来，见赵瑶好了以后，我便返回江州，家中留月珠一人，我不大放心。阿荣，谢谢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你们师兄弟二人关系真好。门主，大美人走了，昨晚就走了，他都不跟我说。哎哎，隔几日便回。哎呀，女魔头你真是的，明明十七性子就急。哎，十七，又怪我喽。十七，你没事吧？我生气，大美人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。我不管，我要把她追回来。哎，我大伯父只是回千城阁取个法器，过几日便回外路门了。他过几天就回来了？对啊，你保证？我保证。给你一个小侄女。
咱俩一般大小。谁是你侄女啊？我在万路门辈分可高了，小丑八怪还是个看门的时候，我就是东山主了。你是小丑八怪的徒弟，可不就是我侄女辈的吗？门主，西山朱小燕昨夜起火。野猪，检查周围。是。野猪，野猪，野猪，我一定会修好你的。阿荣，不用修我了，我是木头人，我不痛，我知道了，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月珠。小马是你，小猪却不是我。真的月珠没有木头耳朵，阿荣，月珠只有一个。我不想当假的。月珠，听话。不听。我的身体一点儿也不痛，可是我的心却很痛。只是以后再也没有海棠花瓣掉落下来了。阿荣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月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修好你的。这小圆脸真的修不好了吗？还是先回万路门再说吧，日后我怕是要换个地方住了。何人会行此事？你可有头绪？前些日子派去追踪林子玉的探子没有回来，想来是打草惊蛇了。林子玉，不能再放任其发展了。林姑娘，听说你此行只是烧了司马荣的院子，却并未杀得了司马荣，恐怕今日过后，这司马荣就会重回陈气山。如此打草惊蛇之举，不知林姑娘该如何解释？司马荣在江州城待了那么多年，很多的信息密报都在他的院子里，我一把火烧了他们，一样折损他不少。好，那万路门的阵法机关图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？阵法机关图缜密，不容有失，我还需多些时日。我再给你五日，与我宗门合作总得拿出些诚意。
林子玉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阁主一路奔波，时候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。阁主平日教育我们，万物生死皆是缘，为何今日干涉起了这事？听说你要去压什么阵法？这几日我得尽快调整身体。调整？怎么调整？司马荣，你也允许他这么做？陈兰，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怕是不适合同秦阁主一同摆阵。没有其他人了。但是韩光的话说的不无道理。你最近身体黑气愈发严重，而且情绪多有起伏，我担心你届时压不住阵法。压阵？先把自己的棺材板压住吧。不过说来，先前听秦阁主说，虚宗门有一位珍贵的药材，对于他当年剥离心魔之事大有裨益。韩光，你可知道这位药材？下去吧。是。虚宗门三宝之一幻骨的种子啊，一直好奇这幻骨到底长什么样。你说这幻骨到底是用什么骨头做的？什么脑子，幻骨就是骨头啊。你不也没见过吗？怎么就知道它不是用骨头做的？哦，可是什么呀？快点去啊！嘿嘿，我要打开了，快点，别吊我胃口了。这就是幻骨的种子？哎呀，拿着，应该在里边吧？谁进来的？你们俩好大的胆子！我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把尸体带进来的。你知道这里装的什么吗？以后你能活多久，全靠他说了算。你岂敢乱动？起来，走。
你俩在这里跪到明日，不许吃饭。若不反思清楚，你俩知道后果。您没事吧？怎么把罪都扛下来了？当师兄的当然要保护师弟了。可是你说我爹这下手怎么这么重啊？我还是不是他亲儿子了？倒是你，我爹连手都舍不得下去。看来他疼你比疼我还厉害呢。是师父打你打到手疼，下不去手了。哎呦，痛痛痛，好痛！疼疼！哎呦，韩光，你问这要做什么？既然当年秦阁主能用此药剥离心魔，那我想这位药材应该对陈兰也有益处。我早已离开虚宗门，没听说过。厉陈兰这病情，我眼下只能稳定，并无根治之法，但若平日里精心调养，生死无忧。可你如果执迷不悟，导致病情加重，届时会发生什么，我可不知道。你还想让我派出弟子去围剿倾城阁？你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可会伤心的。锦绣，休要虚心假意了。你而今行事，怕是比万路门还不如。此前算我看走了眼。你并未看走眼，万路门有厉陈兰、陆昭瑶，咱们宗门有什么？常玉圣主已死，金仙已逝，宗门一片散沙。若是有朝一日，万路门意图灭我宗门，你凭什么制止？凭他们自己良心发泄。是，这些年厉陈兰并未行杀戮之事，但是人心是会变的。现在若不借江武之手杀了他们，日后我宗门怕是再难有安宁之日了。可秦千贤，那也是他自找的。先与万路门合作，本就不干不净，而后又阻碍金仙复活，其正义之心怕是早已泯灭。即便如此，他也罪不至死。当然，我也有我的私心。你就是嫉妒他的美貌。今日来找你要数十弟子，不为其他，我知道你心里始终有道坎过不去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给我人马，到时候围剿千尘阁，你也可吩咐你的弟子暗自相助千尘阁。你我本不为灭千尘阁而去，前些日子秦千贤与陆昭瑶的事江湖上流言甚多，许多弟子离开了千尘阁，投奔了望星门与素南门，到时候我自会让池天明与熊天安排这些弟子。无论如何，自家人见自家人总是下不了狠手。
好，我给你百人。小韵韵，不枉我疼了你这么多年。锦绣，切莫让我对你失望。二位门主若是舍不得，不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前些日子不是有不少千尘阁弟子转投你们二位的门派吗？不如就让千尘阁的人攻打千尘阁，门内的斗争自然与你们扯不上关系了。锦绣，你还真够狠的。过奖了。近来江湖上有我各种传言，这些传言有真有假。我在剑中将陆昭瑶带走，确有其事。阁主，我修至真之境多年，自以为心中至纯至净，却不知内心深处仍有凡尘的羁绊。当年陆昭瑶将我囚于地牢一天一夜，我因此乱了修为，生出了心魔。心魔？这怎么可能？心魔？于是五年前我将陆昭瑶带回，藏在素山迷阵中，日日静心打坐，终于破除执念。可是天道轮回，善恶有数，这心魔虽然从我体内拔出，可仍存于世上，靠吸收人间戾气，变成了现如今的江武。江武？什么？江武是这么来的？这么这样？我愧对先师，愧对千尘阁，愧对那些被江武伤害的无辜之人。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赎罪，我愿禅让阁主之位，在你们当中选出一位新阁主。新阁主？请阁主三思，人食五谷杂粮，同为血肉之躯，孰能无过？请阁主收回此言。请阁主收回此言。是我亲手种下的恶因，也要我自己来承受。如今千尘阁留下的皆是对阁主信赖之人，无论什么恶果，愿与阁主共同承担。请阁主切莫舍弟子离去。请阁主切莫舍弟子离去。阿武，阿武。锦绣公子突然来信，说秦千仙已经回到了千尘阁，并且这宗门几个门派的人都准备好人手要对付他了。哼，秦千仙，我跟你之间终于要有个了断了。这些日子，可有江武的音讯？有人看到他出现在江州城之后便没了消息。我耗费了毕生的心血，却没能杀尽我的心魔，只怕这江武此后会更加有恃无恐。阁主，
万不可如此说。去将我的心莲取来。自师父仙逝后，阁主便将心莲封起来做镇阁之用，今日为何？我要救一个人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一念一清净，心是莲花开，心是莲花开。素空师兄，什么叫心是莲花开啊？这讲的是心若清净，就像莲花绽放那样美丽。那莲花绽放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呀？快，走！快，快去禀告阁主！快快快，走走走，我们走！别动。仙仙，我现在数三个数，你若不出来，我就杀了他。一、二、三。你来晚了。顺元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混账，欺我千城阁无人。各位不要慌张，有阁主在，千城阁不会有事。开启防御术法。是。今日你们来的人中有不少是从千城阁出来的，你们记住，今日我们不是来羞辱你们的昔日同门，而是要还千城阁一派清明，不让其毁在秦千贤这样的人手中。是。格外阵法有谁能破？愿与昔日同门切磋。秦千贤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